我是严宽恒。一般派或不派的，委员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开始问题喽。政坛上最有 guts 的政治人物是？最有 guts 的？对，严金彪。自己和老爸严金彪哪里最像？外形。老爸骂过你最凶的一句话是？没有骂，用打的。最凶的一句话是？没有。一句话形容老爸严清标？为人忠厚老实。你看老爸谁比较霸气？他比较霸气。跟人家打架回家，老爸会说你什么？打赢了打输了，打赢了打输了，只有人怕这人，有病我这人怕这人。你看老爸谁比较专情？都很专情，都很专情，都很专情。你看老爸谁比较会打妹？他比较会打妹。你十七岁当老爸，三十七岁当阿公。没有打算呢，顺其自然。五十岁也会太早？太早，可以接受。没有办法接受，再晚一点。自己最讨厌听到的一句话是？靠爸，靠爸。冬瓜、西瓜、南瓜，你最喜欢什么瓜？冬瓜。因为爸爸的关系吗？也不是，因为清爽，然后清爽解腻退火。言承旭和严清标谁比较帅？都很帅啦，一个是年纪大的帅，一个是年轻的帅。林志玲和陈丽玲谁比较美？陈丽玲啊，林志玲啊，林志玲啊。请唱《听海》的副歌。怎么唱？海哭的声音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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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情包大考验，吓到吃手手，生气气，啾咪，你咋啾咪啊？知道。哦，坐着嘞。政治人物到底有没有说出实话，说出真心话？终极大考验来了，终极测。想把人变成凶风派，没有，你从来没有想要把人变成消波块。哦，这个爱呢？啊！我给爱你还你清白，你成人得雪。什么名字？就是你没被电到。歌手、老大、生意人，如果你没当政治人物，会做什么？确定，再来看一下，歌手、老大、生意人，你选生意人，因为歌手做不成，是没机会。对，看哦，机会不大。啊？怎么被电到了？对，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跟他老爸一样，大哥，没有才是你的新玩意。当生意人就好了。当生意人。刚才你说谎了，你被电到了。是啊。今天怎么没有抽起来？哦，对啊。很麻吗？不敢抽起来。所以你真的被电到了，有啊有啊，前面那个地方。如果现在有人打你老爸，你会怎么做？你就是保护先。先保护。啊，都是你怕做成几点啊？怕做成几点啊？做了时间，爬电梯啦。对啊，就是。你几点的嘛？你哪会爬电梯？我立马就换了。哦，我爬不赢啊，你会知啊，所以你爬电梯。是不是？还不电梯？还不电梯？所以你每个爬电梯啊，是吧？你是四号。不是，电到两次。干嘛呢？没办法。哎，终于。